喂，是妮妮吗？是的，你是哪位呀？哦，那个你没存我的联系方式吗？你的脚好一点没有？哦，你是大哥啊？对，是的。脚早就好了。你今天是过来玩了吗？哎，对，我今天准备带朋友过来玩。你今天有空吗？啊，大哥，你今天来的有点不巧哦。现在这个时间段，我们这边邻里邻居的都在互相帮忙，这边田地里面打谷子呢，太不好意思了。哦，那没事嘛，你不用管我的，那您忙您的。那个，你电话是你的微信吗？对的，这个是我的微信。那我加一个你的微信，然后你把那个定位发给我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，那你加我微信吧。好的，那我加你微信嘛。哎，好，再见啊。哎，好。梦想的光渐渐失去了温柔。哎，老板，有没有水？饮料呢？有没有冻的？你没有，今天不是没有吗？哦，都没冻啊。那给我拿点水吧，拿个袋子吧。袋子。对。哦，好，在那边是吧？好的，谢谢。啊，终于到田这边了。刚刚问丽丽的邻居，说是在那个电杆旁边，那里有个小电杆，下面还有一个大电杆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了，算了吧，还是走过去看一下吧。边走边问吧。你看他们这个谷子是用马背的，哇，这马会不会很累啊？哇，那个马翻了，太重了。请自己一杯。哇，小心点，太重了。啊，都拽了几斤的。点看都在那里了。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啊。念念在这纷繁的念念世界里游走。念念心曾迷茫中啊，你们在这里啊，慌乱了节奏哦。没有，我又没多远，然后我就边问边过来了。有谁会为你好的感同身受。哎，丽丽，你们中午不休息的吗？这么大太阳。你俩你听的话不忙之节嘛，我们要趁这个时间段加紧给他收完。啊，你们这个路太远了，我走了好久啊。我们这个路山里面的路嘛就是这样的，我们自己走的话就还好，你肯定没走过，你有点难走，你鞋都打脏了呀。是啊，刚刚过来都摔了几跤啊。啊，弟弟也在这里啊，他还没开学吗？给叔叔打个招呼。叔叔好。啊，弟弟你好。他没开学，这两天延迟开学了嘛。哦，那这边我随便买了一点水，我也不知道你们几个人。哎，你每次来都破费啊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啊，没有，就买了几瓶水而已。来，念念，我想喝可乐。啊，有那个百事可。来。啊？他刚刚叫你什么？吓我一跳。就娘娘啊？怎么了？他叫你娘娘？对啊。哦，我以为是你儿子。大哥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怎么可能？我去年才毕业呢。啊，我以为你结婚了。你去年才毕业啊？对呀，我去年才毕业，怎么可能结婚？他是我哥哥家的小孩。哦，那你毕业，你为什么没在外面发展呢？为什么回来了呢？外面也不好待呀，最近这两天的话，因为这边都比较忙，就说前两次遇到你都有点没有好好招待你，实在是不好。啊，没有，你不用这么客气。怎么只有你们三个人啊？那边的话还有他们在那边。你先坐着休息一下，我们等会儿过去吧。那边啊，好，那边还有地吗？对，有的。那句诗是怎么念来着？我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大哥，你看一下。粒粒是真的辛苦。
太多的借口，太多的理由，为了爱情我也背叛了所有。如果你想离开我，就别再畏畏缩缩。太多的借口，太多的理由，别再问我难过时候怎么过。哎，妮妮，你们这个干的活真的太累了，条件也太苦了。你好不容易从大山里面走出去读书，难道不是为了在城市里面更好的发展吗？你这样回大山，你这个书不是白读了吗？大哥，不能这样说呀，每个人的话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，对不对？你看到刚刚我们这儿那个都是老年人或者是没有文化的人，他有能力的人都出去了嘛。我的话虽然说我也没有多大的能力嘛，但是我觉得我从山里面走出去，然后我学了知识，有点文化，我就想回到山里面，以自己的这个知识啊文化，就是做点自己能够做的事情，是这样的。哇，你真的太伟大了。没有，现在大学生能和你这样想然后再回来发展的人太少了，出去了就不回来了。没有，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生活的权利嘛。你吃点鸡肉吧，这个时候我们不要不要不要，我吃了午饭过来了，你们吃吧，你们吃吧，嫌弃，你们吃你们吃，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每次都啊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我吃了的，那我先吃吃一点哈。好的好的，你先吃吧。哎，丽丽，哎，哎，实在太累了，坐着休息一下吧。你坐着，你休息一下嘛，你。好，我坐着休息一下，太累了。大哥，就是前两次我每次遇到你，你要么就戴着一个帽子，要么就戴着墨镜。你说你是我八年前的同学，但是我回去想了一下，我八年前的同学都是很瘦很小的呀，都没有我高。然后你看你现在又那么高那么壮的，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你是哪一个呀。那个我是你同桌。同桌？对，我是阿斌。对，我是阿斌啊。原来是你呀、啊。对，因为前面我害怕打扰到你，我以为你成家了，所以我就不敢和你相认。丽丽，当年我……不要说当年了，不好意思哈，我今天可能要下雨了，你先下山吧，等会路不好走，我现在还要忙着去收那个，不好意思哈。丽丽，丽丽，哎。